因为寒凉，一因为切物，然而平顶之见人，心境却已截然不同。吾奉陪，也许车再来到阴山雾峰，你是不懂的心思。你问我，现在有什么感受吗？我记得母亲离开鸟之日，光照在我的面上，气眼很温暖。也记得时阵离开鸟之刻，孤单却坚毅。要怂恿，以最后眼神十分温柔，但我当时却拢不曾用心体会。是沉浸在自己的万分动容，以岁末的改变，必定让因安息。你太低调吗？我明白，未来路必须自己去闯，活出自己的生命意义，这是对因最大的报效。要收听，我一定欠你一句话。我之间无涉及事，那甚至连朋友也不是。要我们想想着，以心之行。我可惜叶秋天，无论如何，在你所要的时候，我必可惜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也不低，但我必须交出去。秋天再会，寒冬刚好过，孤剑任剑行，风月不无边，无处不用心。四季定因，以后你就安心在此做行。小铁回来了吗？嗯，怎讲话？阿太，您担心，你身体要紧了，走正当的路，晚上多在日房休息。不用，我会等小铁。是。好，祝福你的相信是小铁，你平安回来了。好，好，辛苦啊！好，祝福先带他一帮来。但不要去站坐庙避免修，情况十分不乐观，恐怕只剩不到三个月时间。阿祖，这段时间，阮一家人留在阿太身边，好好陪伴。阿公讲得对。一家人到底比什么拢重要？愿天下人也能依然一样，一家团聚，以后未再有苦难发生。